点像赤红尺的感觉，赤红尺的概念。赤红尺高雄十几个呢？这个有点像。我准备了一个啊。人工挖出来。我准备了一个赤红尺啊。你看你北大。哎，恁讲话拢录音啊？一人讲话啊？哦，一人讲话。哎，讲话拢录音啊？还没照啊？